易烊千玺出席发布会，有谁注意他的袜子？网友羡慕了，易烊千玺真的是一个非常励志的小哥哥，他一路下来都非常的努力。小的时候他就很喜欢跳街舞，一直到长大了他都冲着这个目标在努力，如今当上了导师，终于被认可了能力。看到易烊千玺的努力，很多粉丝都觉得他很励志，而且逆袭得非常完美，所以大家都把他当作自己心目中的偶像。如今易烊千玺的名声在网友们心中也是非常大的，所以每一次看到他出席发布会的时候，粉丝们都很关注。最近易烊千玺出席了绿茶的发布会，为了和这一次的主题一致，易烊千玺还穿了一件绿色的衣服，看上去格外的清新英俊了呢。本以为是很土的衣服穿在易烊千玺的身上，却让人觉得很有气质，而且让人觉得有一种舒服的美，并且他自己真的很时尚，还搭配了一串酷酷的裤链，